哥吃那么大一盆啊？不大啊。这还不大，这里五两哦。我家里那个盆更大。这个蛮辣的哦，吃不吃得了哦？应该可以吧。帅哥，你是做健身的吗？那么瘦。练体育的，现在不练了。那种拳击吗？散打。有阿姨，你说话注意点哦，人家练散打的吧。他不敢动我的，动我那这样我就可以想找工作了。你们最好不要惹他，惹他鼻青脸肿肯定是癌的，对吗？嗯。这个是哪里的？广东。广东也吃的这么辣呀？这个不辣，我今天来采过点了，先试过了。这个是有这么辣，你要吃那个爆辣的那就不同哦。先吃完这个先。应该吃一个爆辣，对吗？可以，只要你吃得下。感觉味道怎么样？好吃，不然我们大老远跑来。中午先吃个二两了，不辣，在这里加点，对吧？中午那个比这个辣。中午你是要加辣，对吗？嗯。那不是了，这个是中辣，我还会给加辣给你。像你们练这种，平常是不是都比较能吃的？一般吧。比较大哦。这相对来说。现在应该有五成饱了吧，都快吃完了。现在差不多。你要是有五成饱了，再加一个十碗的，估计已经吃不完了。今天晚上再给我两条蛋，放辣的吧。秋菜呢？是不是很轻松啊，大哥？嗯。从头到尾我都看到很淡定的哦。恭喜你11分39秒跳蛋成功，开心吗？开心开心。辣不辣？不辣。上不上？还可以。哎，你下次光临啊。